饭店吃过了，你就吃这个吧。去去去，别在这碍我们的眼。妈，这饭都馊了，你这腿坏了，鼻子也坏了，想吃好吃的，他急什么要饭去呀？你爱吃不吃。来，我喂你。 跟我儿子把婚给离了，别耽误他。好了，妈，别生气了，不要跟这种人一般见识，你要待到这干嘛？还等着挨打吗？赶紧滚回房间去！既然你们无情，那就别怪我无意。喂。 装什么装？叫你倒杯水都倒不动，这不让你活着有什么意思？你在干什么？刚刚你姐自己摔的，自己摔的。啊！干嘛？我看是吧，我姐的腿是怎么挨的了？是我推的又怎样？你还是人吗？ 弟弟，别理他们，我们走。对了，我劝你们赶紧搬走，这房子已经是别人的了，我姐已经把这房子卖掉了。哎，思雨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是我错了。 我当初就不应该为了你而自己弄成这个样子。你这种忘恩负义的人，没有资格得到原谅。滚！